个跟这个得往上捅词儿啊，还牵手门啊，牵他妈六门，这我他妈的一个他妈的狗男狗女，这还给他妈的弄个门，哎呦他妈的尼克松这大总统，他妈的那叫什么水门那门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古董，这期呢听天南马哥说一下成都太古里牵手事件。马哥用独到幽默的方式解读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，直言好些事儿都是辞退了之，咱们具体听听马哥是怎么说的吧。哎呦，马哥今天这衣裳真漂亮啊，是吗？这是虎头啊，虎头，对，整猫画虎，啊、整猫画虎、啊。去年不是虎年吗？啊，对，虎年，我想买个虎的，没看见卖虎的。买了一猫，买一猫，嘿，照猫画虎啊！哎，去年这个我那老粉丝那老太太啊，那天找我来啊，我那天不就穿的这个大猫头吗？对，我还学了学猫，想挠它吗？穿这个叫什么啊？没事，关键您这大裤衩子挺漂亮的，是吗？啊，你看看，光裤衩，鞋也不错啊，您这整个一休闲啊，休闲，不热了啊？不知道，以为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呢，是吗？啊，马来西亚别去，现在哪儿都别去啊，哪儿都别去，尤其缅甸、缅北的、缅南的，这个就在北京，都别去。看这抖音也不真的假的啊，啊，又嘎腰子、嘎肾，是不是了？又还有水牢，对，好家伙，是真的假的？你说啊，新诈骗，你不出成绩，就最后给你嘎腰子，哎，最后的利用价值就是嘎腰子，没错，是啊，这是我看的啊，不是马哥说的。看这个影视这什么得了，最近啊离那个什么，咱就知道别点别人名，咱近郊这些小国家啊，你说发达都不发达，这方面宰人毁人挺出名，还真是，是不是啊？看着挺害怕。哎呀啊，马哥，最近那太古里牵手门事件您知道吧？哎呀，这个事件啊我没招听啊，而那天我一看周哥说这事儿啊，我才在网上又看了看、啊、这两天这网上这个事儿已经落了点了，对，落了点了。这个具体事儿我也是听他们说，就是一个当官的一个领导，也说大也不大，说也小也不小，拉着一个说是妙龄少女吧，啊，六大街就在太古里，对，是六大街啊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你拉着这手，这不是两口子是吧？肯定不是两口子，不是，肯定不是两口子啊！还让给拍完拍照下来了，对，还给发在网上去了。他还同意的哦，而且他还同意，那就是说这叫咱给他来的好听的，就是走秀啊啊，走秀走秀秀恩爱、啊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最损的是第三者啊！我说了啊，就例子拉的那件，我说了。我这辈子也没拉过手，嘿，我自己的我都没拉过，哦，我更别拉别人的了，你也拉不着别人的，他妈穷小子一个，没钱你拉别人的，谁让你拉呀？真是，都得花钱啊，这都得有钱，你知道吗？有钱有什么的？这事儿呢，就出来以后呢，晚上啊，一个吵得挺热闹，嗯，哎呀，就连他的单位啊，这营生是干什么的？什么跟中石化呀，跟石油。中石油啊，都连上了，我这也看不明白啊。这个事儿呢，我明白这个意思，就你既然在这个当街你当领导的，你拉这个那个一个女的手啊，然后拍下来，你还同意发网去了，我就问他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这是一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秀恩爱啊，你还是什么？但是呢，这方面呢没人评，真的假的，老百姓看什么就看热闹，哎。让人会评论的人给评论，嗯，现在什么火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管这个女的穿这个裙子啊，火了，在网上。哦，你看这东西多厉害呀！啊，这她这裙子，我看前面我没看见啊，看的是后背啊，这后背挺白的，是吧？啊，露着大半身，大半截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哎，看着，不过这南方热，人这个露大半截也无所谓，是不是？这露背装嘛，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人嫌人后背多白呀、啊，啊，又白又嫩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一女的显露姿色那么一个一招。哎哎，美不美？人说露大腿应该是，他这什么露后背，露后背也行，就他后背白，你知道吗？这男的也长了粉了，啊，你知道吗？这男的也出了名了，也出名了。现在目前来说呢，就是说已经出了这事儿了，他们这公司啊，
他得有单位的人啊，对，对他们俩已经进行处理了，是吧？啊、说是辞退了，给辞退了啊。咱们这一来就说就辞退哈啊，不吧，不说开除，也不说怎么着，你要说这违法了吗？没违，没违法，没违法，这就是道德，你往杠上再拉啊，也就是说现在你是有夫之妇，他是有夫之妇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么回事，你们俩也就是一个说，再不好听的就是一个。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对，是不是？人家同事好啊，人家可以拉手，是不是？从拉手做起，嘿好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的，是不是？秘书都那么培养的，哦，是不是？秘书培养了，就秘书就陪屋里去了，哦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事儿网上吵得挺厉害，现在作为官方来说，他俩的单位，嗯，已经对他们俩进行就是辞职处理了，对，因为这个他们俩在你们再查查他们俩有什么。过火了，也许再深着挖，真有再有深的事儿啊，跟我们单位没关系了。哦，现在单位都这样，你只要一出事儿，一负面的，麻利就开除，嘿，就这个撇清关系。明白了，不就跟这什么似的吗？你给我这城管一惹楼吧，啊啊，那都是我们雇的，啊，辞退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昨天这哪儿有一个这个辅警啊？啊，对 对，辅警逮那个骑摩托车的，嗯。他不停，那孙子跑不要紧，他一推给人推个路边上去了、嗯、这不是这个说的，你给人推着摔，真摔去了，摔死怎么办？对呀、啊、摔死这个也发到网上了，这个当地公安局，嗯，那意思他是辅警，我们已经给他辞退，我们再进一步进行调查啊，都是辞退，现在都是辞退，只要你要是干了好事了吧，这现在啊、嗯都往自己揽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，是吧？好事嘛，现在是坏事啊，传得快，嗯，你知道吧？特快，几秒钟全国就知道，真是。好事，但是也快，有网络嘛，啊，对，咱又说又重点又表扬这网络这事儿了，啊，就又说这救跳江救人的这个，对呀、啊，这好事也传得快，嗯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给他们这个湖南争光，首先是湖南籍的孩子，湖南籍是哪个县？咱记不住了，嗯。给县里争光，对，给县长争光啊，哎，给父母争光，嗯，你知道，孩子也争光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就感谢网络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事儿咱这跟着聊，聊的咱聊也聊不透，也聊不了那么好，嗯，但是呢，没有这网络以后，咱还真没有什么话题了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网上事儿多呀，让咱们没事有的嚼，嘿，这就是给咱送菜来了，你聊得好聊不好，咱都跟着掺和掺和，可以聊聊，好，是不是？马哥就对这个，啊、这叫什么什么太古里的事儿啊？太古里千手门，哎，我切啊，还他们俩这事还真给他往上捅词儿啊？啊，还千手门啊，千他妈六门，一个他妈的狗男狗女，这还给他妈的弄个门，人要他妈的尼克松这大总统。那叫什么水门那门的、啊、对对对，还称得上，这门不是说是个人就能用啊、哦、门不能随便用、啊、不能随便用，他用后门行，哎，那么能就弄个那门，我一听那啊，刚才这叫什么他牵手门，牵手门，行、啊、别瞎捅词了，好嘞，我听着就是、啊、听着他别扭，好，谢谢马哥，行，你看马哥最后畅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正像马哥所说，其实好些事儿我们都已辞退了之，希望这次千手门事件能给百姓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其实老百姓心里都明白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您对马哥所说有什么不同意见，欢迎留言评论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